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次 Costco 行销组的燕子。然后我们要讲的是嗨，开源回娘家之派对机。好，那首先我要再开始有先感谢就是 MC Designer， 因为他跟我排队大概只差个就是两个排队是在一起，但他只是因为我离还那个起跑线稍微近一点，对，真的非常像他。他本来今天要讲真英美玲的情报，好，就是他今天来拍贴的照片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是行销组的，然后这是我们行销组的伙伴，然后我是 Costco 的行销组，然后同时是 CCon 文创组的，然后主要是做平面设计以及一点点的前端，然后我讲话会破音，所以等下如果有破音的话，就是太激动的时候，麻烦大家就多包涵，对，然后可以，好，所以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很纳闷一点啊，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是拍贴机嘛，可是大家发现我们那个电音机大概放一下，今天只有昨天早上放大概一个小时，马上就收起来，因为我们木卡提供的那个电音机啊实在太不够力了，它大概印一张，然后要 error 大概10张左右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把电音机也放掉，所以最后呢这个拍贴机不会吐东西。好，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次我们行销组会做这东西，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行销组长期以来很多，应该说不长期以来，就是这一两年我们常常被误会说我们好像很不 open， 大家因为常常都在用 ROV 啊这些东西，我们几乎很少用一些开源的东西，那我们今天是想要有一个叫洗刷这个冤屈。好，那我们今年就很想要取消这个名称。好，那加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去询价过啊，那个去外面的租拍贴机要一天至少要10000块以上，然后觉得有点浪费大会的成本，所以那我们就还是干吧。好，那我们设计需求呢是这样，我们希望可以拍照，然后可以让大家打一些自己想要打的东西，然后可以印出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用的设备呢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设备，是2006年凭就是由我们组长借我的一个设备，是2006年的 MacBook， 就是它基本上跟 Costco 一样，就有10周年的纪念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当一个设计师呢，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写 code， 对。然后感谢有个东西叫 processing， 然后呢，它基本上就可以 set 大的地方，然后稍微打一点程式就可以设定好一个环境，然后再做呢，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拨开我的心。好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很爽，就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就画油画一样，就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然后之后就很开心的写 code， 就写，然后呢，但我在 Costco 的前几周就手贱了，想要用酋长，然后就用了，然后之后 processing 就再也打不开了。然后因为剩活动只剩几天啊，最后呢，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很可爱，就央视 processing 他们这个 open 这个 MIT 或者数据家的一个子计划，这个 P5.js， 它是基于就是 processing 原本的写法的架构，然后呢去跟 canvas 结合的，然后呢简单来说，它写法呢几乎跟 processing 是100%一模一样的。那而且它的好处呢还有一点就是它如果因为它基本上就是用 JavaScript 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基本上呢它对于印表机的资源比 Java 好太多了，它就跟印网页一样。然后接着呢，它资源动，所以我可以加一些，就是大家我今天有来玩过，它有一些就是 HTML 的东西可以来控制那个它里面的画面的东西。同时呢，它比 JS 版的 Java 就是好，就是处理影片更加顺畅。然后呢，就开始写 code 了。然后总之后来就完成了。好，然后就一些我们今天拍了一些作品。好，这些木棍，因为为什么他说他不想吃扭蛋呢？因为呢，他今天他连续两天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来我们这边摊位就说，如果他扭到了。迷线会顾，他就要把扭蛋给吃了。就他连续两天都扭到扭蛋，都是扭到了迷线会顾。好，然后接着的话，我们也感谢有非常，然后我们的框呢，其实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嘛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框。好，那我们，然后因为听说我们要有猫咪嘛，我们有一个由 Orange 去 cos 的爸爸猫，对。然后呢？我们也有就是一个，我们也有一个最新的框是在那个交易厅的一个，然后也有晋级的开源，然后当然我们最后呢，我们也有做一个就是时间期。好，那未来我们其实这两天其实呢，很多人给我们一些意见，比方说自动倒数啊，或者是一些自动追踪你的功能，我们也在想，我们在找一些可以运用的套件，希望我们行销组可以服务大家，可以服务更多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最后我们 code 其实有 open 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也可以来玩玩看看。好，那。最后30秒，我们来做一件事情，我们来全体功能一起拍照。好，然后他宕机了。哦，我觉得你知道，我真的觉得呢，这、就是第一次上到这个位置，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 never night life demo， 因为刚才在下面在测都是好的。好，我说要在5秒钟。好，4、3。
二好一零。哎，刚好哎哎哎哦！谢谢大家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过来是